它长一点点，长一点点。OK，标注两个小孔之间的距离54，偏移一小点，这样还 OK 啦。这里是 R2，这里倒圆角也把它标上去 R4。两边都标，即使标一边也可以啦。再来这里的偏差，对称型0.1，小数点一位把它移一下。好的，这个地方也要标一下，是 phi。翻多少嘞？翻36，确定。还有什么地方？好像左边都大致处理完毕了。我们来处理右手边的标注。这边是9，这里的孔径是30。那里还有什么地方？这里的中心线把它抓出来，才可以知道它这个回转半径是 R71。哇，这个 R71，因为我们把中心抓出来，所以这个 R71 看起来很就接起来，这个没有问题R2这里有不同的圆角一个是 R2，一个是 R4，绘制草图。再来这个地方，把它直直的接下来。接下来接，好，这个也要直直的接。这个地方是有点像是虚线它是隐藏线，所以我们要依照图层让它变成虚线。好，再来注解这是9，确定。这里是20，这里是 R4，这里是15，加一个 phi 哦，稍微偏移一下，不用放在中心线上。这里是20，我们前面加个 phi，哎呦，糟糕！怎么变 MD 了？加一个 phi，OK，可以。后面加一个 H7，哇，这有一个 H7 是用符号英文字母来取代我们的公差，所以这一题出题要记得要放公差对照表这里是12，确定。这里是15，确定。再来，上面是9，这里是 phi 9，这里有倒圆角，所以这里标 R2。再来看右上方这一块。该标的由内而外，由小而大。标这里11，再标这里14。OK，再来这里的螺孔是刚才是 M4，是不是？M4 的话，那我们就干脆用打的了。取代它，
用 M4， 哎 ，M 不见了，少打一个 M。OK，Good，、okay, 把它拉出来一点好了，不要站在中间。损损哎，下面这里36是要加 Phi，后面要打大写的 H7， 公差，待会再用公差对照表补充上去哈。好，这里加了 Phi 58，交代清楚，由小而大，由内而外 ，Phi 64。再来 Phi 最外面110 Phi， 哇，都很靠近了嘞，所以你把右手边稍微挪一下哈。嗯，接下来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漏标的。啊，如果没什么问题，我们就来标表面支构符号。检查一次，看一下，这里还有一小段要交代清楚。对啊，否则不知道怎么做。OK， 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来开始放置表面支构符号。凡是有配合的地方啊，我们都要下表面支构啊，0.8，再来这个里面的管壁啊是 RA12.5 大一点，因为这里应该是流体在经过的地方啊，并没有要求到非常光滑了。再来，这个是因为有接触配合哈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下 RA3.2 的防泄漏的这个接触面哈，多增加一个顶点，还有引线，这两个地方我们都是下量 RA3.2。再来这个小接触的一个环面啊，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要记得下 RA3.2 对 OK， 稍微移一下，你看那个因为 RA3.2 啊跟那个抵触了，里面这里也要下 RA0.8 OK， 还有上面还有 RA3.2 要交代一下。好，再来这里有没有下，看一下这里要下，对，这里要下 RA12.5 啊，要增加一个点，顶点加增加一个引线，又有两个面，那同时加工 OK。啊，这边也要下 RA3.2。嗯 ，OK， 再看看，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地方漏掉了。28，这个是 XEY， 等一下啊、哦，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凹哎？这个怎么会这样？是我们这里导圆角没有把它接好吗？
那这样的话，我们要怎么来修呢？要从建模做，还是从这个地方修比较快？我们想想看。如果把这里可见性关掉，然后从这个地方直接，我们用画弧的方式让它接起来，会不会比较好呢？这里要抓画弧，然后让它们能够和平行约束，平行约束环，我们来做一个